间来到了 KKBOX， 他们最喜欢听音乐，他们都不喜欢起来动一动。我们今天就要教他们很厉害的烤鸡舞，我们要欢迎从小人国过来的阿伟老师。没错，他的那个祖先就是武大郎，卖披萨。要吃披萨吗？不要乱拱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伟，在这边呢，我是你们的武大老师，好不好？你需要助教吗，老师？我需要一个助教。这个人呢，可能就是不用知识，不用太好，笨蛋就行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，好，那我欢迎小玉。哎，助教，你先担任助教可不可以？你不是笨蛋，你是？你是大笨蛋，是大笨蛋，好不好？大笨蛋最喜欢你看笨蛋。好了，好的。当然有学生，他们是非常专业的，请欢迎学生。来 ，KKBOX 学生，他叫一号，一号，哎，他叫糖糖，糖糖，糖糖，你们不要乱换位置，主持人会容易记不住。OK， 他是效率弟，来来来，请到中间来。好，你有看过我们的烤鸡舞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教你，马上学，马上会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手部的动作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来，烤鸡舞，顾名思义，你要把自己想成是一只烤鸡，好不好？烤鸡呢，所以你的手呢要有一个鸡翅的动作。好，来来来，左手来，右上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手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对对对，手掌，你只要挥动你的翅膀，哎，那肚子不要挺出来哦，这位同学哦 ，OK 哦，这自然现象，没关系。你手加摆的动作，哎，就是有鸡翅的感觉。小动作呢，我一拍只要踩一下，很简单。五六七八，一二。三次停住，好，再一次我们停住，三次换脚，五五六七八，好，恭喜你学会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很专业的烤鸡，那你被烤的时候，你当下会什么？紧张，你的脖子就会往前，对对对，很好，你就像野鸡在烤，是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在手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在示范是手跟脚，头跟着摆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我们看，2 3 4五六都往下蹲，五六，哎，这是精华，精华往上蹲，往上蹲，七八都跳起来，跳起来，七八。老师，你刚有用力跳吗？老师，我夸张了。老师，你是老师累了，我示范一次跳一下。老师，最近好像有人说你们这个很像骑马舞，谁说的？哪有像啊？然后跳一次骑马舞。Oh my goodness！ 来烤鸡舞。所以到底哪里像？哎，哪里像？立来！你不来，我来！准备音乐哦，来。那么厉害，就搞哎，就搞哎，就搞哎。他们大概有男有女，算专业吗？老师，你每次出场好像小样都一样啊。换一个就是。好。他蹲下的时候，他发生一个声音。